Marc Jacobs 2022秋冬大秀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上演， Gigi Hadid 和 Bella Hadid 等超模参与走秀，此次模特造型都非常大胆前卫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在服装方面都是超大轮廓、垂直礼服、拖地长裙、打结的超宽松针织衫，配上黑白、粉红、粉绿、紫色等色彩，以及遍布全身的波点图案，身着盔甲般超大廓形、巨大裙撑、明亮色调的模特们化作元宇宙中的建模人物，用戏剧化语言呈现出大胆前卫的反乌托邦氛围。 Marc Jacobs 是1986年由设计师马克·雅可布创立的美国品牌。 Marc Jacobs 与 Louis Vuitton 长达16年的合作成为了他职业生涯里的高光时期。 Marc Jacobs 个人旗下的两个品牌 Marc Jacobs 和 Marc by Marc Jacobs， 其设计理念因典雅、奢华和性感赢得无数美人芳心，受欢迎的程度已全然打破国界，尤其副线品牌 Marc by Marc Jacobs 更是受到时下年轻女性的热爱，日本高校女生更是该品牌为固定膜拜品牌之一。 Marc Jacobs 属于中端档次轻奢品牌，虽然比不上大牌，但是在轻奢品牌中也是一线品牌，跟 Issey Miyake、Kenzo、Raf Simons、Fendi、Canoli 等是一个档次的。你喜欢 Marc Jacobs 本届秋季服装的这种风格吗？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，赶紧收藏哦。